吃了两个牛蹄，快点拿龙井。等等我。天天都要瘦，顿顿想吃肉。大家好，我春儿哥，我又肥了。今天花了100买了两只牛角干，稍微的喝水，十个牛蹄哈。这个牛角干一定要边烧边灌。今天这牛角干还是买的比较划算，100块钱一斤。啊，老板，我说打针俺也要25，你说我自己打针多少针？相当于我们就便宜了7块钱一斤噻。啊是啊，哎，把牛蹄烤了，好，拿个清洗干净。我们这现在搞了1.5小时还没搞脆，太费时间了。省了几大时啊！终于洗干净了。把牛蹄宰成大一点的小坨，先把牛蹄沸好水，牛蹄冷水下锅，加点葱姜、料酒。兄弟们，现在已经蒸了4个小时了，还刚刚开始沸水哦。哎呦，好，要得了。再次把牛蹄下锅。加点大料，大料我打在屏幕上方哈，去除牛蹄的腥味。加点盐巴调个底味。扣上锅盖，水开小火炉2个小时，炉到软烂透过哈。这时候切点辅料。牛蹄煮了2个小时了，应该要得了啦。哇塞，一股扑鼻而来的香味。老规矩哈，热锅凉油，用温升汤烧个葱姜蒜，加一勺豆瓣酱。干海椒，一包干花椒，加半瓶红油海椒，哇，一股扑鼻而来的香味。下入牛蹄，加个盐巴、味精、鸡精、白糖调味，下入西红椒，好，要得了，出锅。好，要得了，可以开吃。来吧，整了6-7个小时，终于可以开吃了。兄弟们，这道菜的话就吃起特别的干香，而且皮啊吃起特别的软糯，有点粘牙。对，有点粘牙，吃起特别的软烂。我都在饿扁了。嗯，感谢兄弟姐妹一直以来的支持哈，我谢谢你们了。对，哇塞，爽！你今天弄这个牛蹄太好吃了，我感觉我一个人可以吃一整只牛蹄。那你多吃点嘛。哇，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入味，看到没有？这皮好糯啊。对啊。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它这面筋特别好吃、啊、嗯，牛蹄筋嘛都卖得最贵了，对，比牛皮还要贵。嗯，太香了，兄弟们，这个牛筋的话要手抱一啃，这样吃起才过瘾。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们今天视频在这儿结束了哈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麻烦大家点个赞，加个关注哈，明天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